超美的。上一件短羊刚冲出来，很好看的短羊。等你介绍完，你介绍完了吗？耍，你耍，我耍。来来来，娃娃来，小个子这里来看。那你们看一下，我现在换了什么？哎，这套超可爱，这件洋装真的好可爱。自己想下标，哎，真的自己想下标。我跟你讲，这一件，这一件是那个，就是 Connie 本次最爱的背心。背心，背心。这件背心其实它蛮好搭，像我觉得就是你里面反正素 T 或者是像我这样子，里面是搭衬衫式的也 OK。那我是直接就是里面是外套的一件就是洋装，哎，这样真的很搭哎。对，我的背心好搭、哦。而且大家一定想说，我刚刚在那边穿衣服穿这么久，因为我刚刚在想说我这一件到底要搭哪个颜色好。就是它这件背心超可爱的是，它就是它是米色，然后它上面它是有拼这样，就它有这样拼橘色，然后拼蓝色跟米色的搭配。哎，这个颜色超美的，这个颜色很美。它基本上就是像你什么颜色都可以配，像我不是有那个砖橘色的心爱款，心爱款那个，对对对，就它。因为大家一定会想说这个会不会很难配，像我这个背心上面也有一点点砖橘色，就是其实你也可以搭这样子的颜色的那个围巾，哎，这样也好可爱哦。嗯，我总觉得就是可以各种配，超级可爱，就你也可以这样子搭，就是它的颜色算是好搭，就是温柔的那种感觉。其实它好像看起来颜色很多，对，可是它其实意外很好搭。然后这一件背心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长度，它前面也是过小腹的，然后后面它是过屁股。就像其实如果你里面是搭我这样衬衫，下身搭牛仔裤也很好看，或是搭裙子也很好看。然后我就直接这样，里面是穿洋装，可是我里面的洋装它其实是有一条腰带。像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背心搭在外面没有腰身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就是把你的腰带就是搭在背心的外面，其实也可以，就是你可以这样。我觉得瘦的女生可以这样穿的，嗯，瘦的女生对，就是瘦的女生，其实你如果有腰带的话，你可以把你的腰带系在背心外面，就是这样子也是有腰身。瘦的会比较瘦，对，瘦的我觉得会比较适合，因为背心是稍微有点厚度，可这样也蛮可爱的。对啊，就不同感觉。那你可以直接就搭在外面。那我里面那一件背心是什么呢？我跟你讲，里面那一件洋装超美，超美，脱掉让你们看，超美，这颜色超美的，直接脱掉。那你们看这件，哎，这件真的超美，这件真的很美，而且因为这件你知道，我现在是没有系腰带的状态，然后我刚穿出来就想说，哎，这件好瘦，嗯，就它是 A 字的洋装，然后它等于说它有附一条就是它的腰带，那你就等于说你可以自己就是把你的腰身就是系出来，它这件洋装它有附这样一条腰带，然后你可以自己把你的腰身系出来，然后它是灯芯绒的材质，这算是灯芯绒的材质，对，但是是很细的纹，它是很细的那种灯芯绒材质的 A 字。洋装，然后有两个颜色。我现在这样穿的是蓝色，我觉得很特别，是它这个胸前的这个口袋耶，就它的口袋它是做这样斜车式的，就是它是斜车式，就会让你这边就是觉得，嗯，这个有我知道，就是你要收起来的感觉，就收起来。因为你知道，其实我觉得像我最近就是穿那个衣服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胸部比较大，女生不知道该怎么修饰。然后我发现就是 Connie 选的版型其实都非常修饰，就是胸前这边，嗯，就是瘦的人看起来会更瘦，但是落脚说你是这边比较肉肉，女生这边会很修饰耶，嗯，欸，因为它很厉害耶。腰可以吗？这里有一个这样 V，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算不用腰带也蛮收缩。对，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想慵懒感，就是简单那种舒服的感觉，其实你也可以不要系腰带，就是穿成这样子，就整个是直接这样 A 字的洋装，然后两个色，米色跟蓝色，我觉得你会喜欢呢，欸。然后冷了一样就是外面搭腰带，就是冷的话一样是外面搭毛衣，或者是说搭小外套也是很 OK 的。然后两个色，另外一个的话是这个色。米色喜欢蓝的，我也喜欢蓝的，我也喜欢蓝的。所以我觉得两侧选色障碍，其实搭刚的背心都是可以的。搭刚的背心嘛，对，也可以，啊，你给它套套看。好，我来。就其实这色套也很好看。然后我让你近看一下它的材质，就它是这样子细细的，它其实是那种很细很细的灯芯绒，对，但是它摸起来还是有一点点绒面的那一种感觉，磨毛的材质。对，然后再抽一下。好可爱哟，哦！这个更温柔了，欸，这个很温柔，因为它就是很同色系的，对，这是这样，然后配蓝色的也 OK， 就两个不同的色。这个我好喜欢，这个好喜欢哦，这两件我都好喜欢。而且其实我刚刚本来想配这色，是因为你搭这色的话，你就可以再配那个制定款大衣，哦，蓝色的。嗯，对，好为我着想耶，感人。不是，我是就是为了那一件外套来做。